早上从9点审到现在，现在头都已经，因为我们现在调时也很混乱，到底我们现在都是以林淑芬委员的版本为主嘛？那调时也很混乱，我是说，是不是我们还是回去礼拜三好好再审那深水区的条文，头脑清醒一点啊？不是啊，照我跟你说，5点半把它结束掉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不晓得徐永明你在讲什么，我真的听不太懂。我讲的应该很清楚了。我想我们还是尊重主席啦，讲五点半就五点半了嘛。我已经宣告都好几次了。我想这句话，马上那个环保团体又要批我了啊！又说要提早结束。不是，你要延会时，我同意嘛。但是你要看后面，如果是要20条，我们可以在今天或者明天把它审完。不是，我们没有要审完嘛，我们只是多审一点嘛。我没有说一定要审完送出去啊，我们不用陪你作秀了哈。我们要作秀啊，这个那、啊、你不能说我们白玩啊。我没有说白玩，你看就说我们白玩啊。多所以对你这句话哈，我觉得你应该要跟所有参与委员，如果有这么多没办法有，我觉得大部分责任是在经济部了，因为我们的案子也出来很久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、啊，上次临时会我们就在审，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努力，委员会努力不是只有这两天而已啊，从上个临时会整整半年以来。那你跟他说我们白玩，要不要收回？我说白玩是说是不是可以让他更有进度一点往前走，对不对？否则我不是说我们，我是说外面如果看五点半就结束，大家回去吃晚饭，我不是提早结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徐永明，我不是提早结束，表定就是到五点半啦、啊。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往前，主席权限我们大概可以往前再继续推一些嘛。光是4-3-2就有几个修正动议，其实可以好好谈呐、啊。哦，那个我想我们还是我不晓得怎么跟你沟通，我们好像活到不同的世界啊。不是啊，你世界比较先进呐、啊，可以再往前呐、啊。我已经宣布过了，你要尊重委员会的表定时间，委员会主席的职权。好，我们先请宣读协商结论。